内心呢，在法尘，就是意识里面，它称之为忧受，担忧的忧。我们就感觉很苦，其实你内心感觉是忧，因为它会威胁到你生命的存在，或是让你产生一个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这个不舒服的感觉，以粗糙面来讲，以器官上来讲叫苦，那以内心其实叫忧。那这个受蕴简单解释到这里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